们大家好，我是小燕青，本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游戏叫做军师很忙。感谢碉堡神器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。碉堡神器是最精彩的手游分享社区，这是一款策略性很强的手游，依然是以这个三国为题材，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。它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作战方式，通过重设连线消除来让我们的英雄进攻。好的，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作战的平台非常的小清新？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人物主角，快速的略过一下他们这些对话，他们这个对话是非常繁琐的。这个人物也是非常的 Q 萌。主公，战斗开始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从这个主角周围镜头开始连线，相同的机制操作是非常的简单。好的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六连锁，对这个吕布进行攻击，非常有的有趣味性。每个英雄呢，他这个技能大招也是不一样的。让我们继续。好的，又是一个高爆击。那这个技能大招还是非常炫酷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吕布。现在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一个头像，释放一下技能大招，看一下貂小蝉的技能大招。英雄们身怀绝技，各技能大招也是不相同的。看一下张飞，可以看到这个吕布的血量呢只剩了最后一点点了，让我们消灭他。这样我们就是获得了胜利，将这个吕布打败了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游戏。现在以战国为题材的手游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，但是这款游戏有它独特的特色在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主公尊姓大名，我们晃动骰子起一个名字。想要开始战斗呢，我们也要有强力的小伙伴，对这个商城点击一下这个召唤，召唤一名武将。好的，这是李典，我们再召唤一次。这个是张辽，这个小妹妹好啰嗦。我们现在就让我们选了这个英雄都作战。大家是不是都用美图秀秀了呀？这个真人跟图片这么不符。现在就让我们前往击杀全部的怪物。我就略过他们的这个对话啦，非常的繁琐。小小的提示我们也简单的略过。首先呢，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提示连一条线，这样我们就会发动攻击了。造成这一个连击最多，然后呢攻击也就越强，这个连线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两个连线
同属性的武将才会出战哦。比如说我们邻居这个绿色，然后